看你安尼哦，我真是足唔甘的，你知无？人讲哦，迄有囝有囝命，无囝嘛是天注定。妈是感觉你那是身体袂甘的啊，你敢要考虑讲放弃卖做啊？妈，我知你唔甘我，啊，不过你妈知影冬春这噩梦一个囡仔。我嘛真想要有一个属于阮的囡仔。今日即卖医学这么进步，予阮一点希望，阮都应该好好把握这个希望。好啦，阿是讲，恁即卖进展敢有顺利啊？无啥顺利。是安怎啦？顶边冬俊不是甲你做去病院，啊是医生讲倒有重大。妈，讲起来，我嘛算是高龄产妇啊，医生真无简单，替我提出两个卵子，结果冬俊临时有代志，所以就先离开啊，无成功。啊，是靠冬俊是咧创啥啊？哎，讲要生囝是伊呢？结果伊甲你一个人等伫病院最早哦，噗！到底是啥物代志较重要哈？比生囡仔较重要？我看伊个态度，我真正足怀疑个啦。伊敢真正喊你想要生囡仔？要袂看来我去。阿姐，我看吼，归期你也放屁，卖生啊卖生啊卖你妈，去卖你妈。妈，妈，无遮严重啦，我想当初是伤忝，伤无闲啊。忝啥忝？受苦人是你呢，敢伊哦？你都无话忝，伊有资格话忝？你放心，我吼一定会替你好好甲冬俊修理一下。多谢妈，看你这么听话，我一定搁较打拼。你话较拜托诶，人诶去陪啊，导游搁借你运啊，即马连拍啊，你就规个拢退去。我若无武器出啊，你想要偷掠鸡也掠袂着啦，规个人弄去家人内底啊。你想讲你了一百米，都有才调解决是嘛？你是好人诶啦，讲到遮尔大声，啥意思？你是要甲害死哦？敢偷食来敢吞啦！头家，什么头家？你，那我们讲的是安怎？无啦，我要找酒啉啦。结果才发现啊，冬俊跟我一讲，我家己拢唔敢啉的酒啊，迄威士忌跟我啉啉去，所以才坐在咧弯啦。哎呀，足珍贵哦，价值啦。两百亿啦！两百亿，但是什么酒啊，这贵？什么酒？爱情酿的酒啦！恁两个谁变相棒啊？是因为林子倩。我有看到新闻报道，讲伊利用职务之便，盗用黑市的公款，被抓起来。啊，不过在我印象中，子倩这个人，不是这款人。冬俊，你的表兄妹偌济，你敢有去了解一下？对啊，其实啊，我嘛是感觉真奇怪啦。迄林子倩不是头一天在黑市啊做总经理啦？伊伫咧黑市经手过的钱，至少嘛超过几啊十亿啦。伊进前看到这个钱，拢袂起贪念的，那会雄雄去动用公款？这应该要问咱担当的吼。冬俊，既然你有了解过状况，那你甲我讲，到底是啥物情形？妈，你免烦恼啦，代志已经处理好啊，明仔载开记者会。何当解决？用卡头乌想就知啊啦！偷用公款这款代志，
一定是你熬过来给子倩跳的啦。你的脚头不是真巧，借问一下哦，我是安怎安尼做啊？对阿妈，你现在认为是爸还是林子倩呢？嗯，但因为这个人第一顿叫我多啊。子倩的个性够汉尼啊正直的，一定一天到晚拢会去打着伊的底线。佮加上子倩佮罗家峰的关系，子倩一定会维护家峰嘛。哎，这个人熬气氛啊，一定会出手佮修理啊。莫多我家己想家己对啦，真正是这尼啊气氛啊，我不少等到五年后啊，才来报这个消。那恁嘛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啦，无你这个人哦。未报来无事，去针对子倩。我即马替恁后生咧吃尻川啦，你唔知头唔知尾啊，讲讲啊济。爸，当初是了出什麻烦，爱你替伊受尾啊。非得啊，唔是啥物严重的代志啊，我真简单就当处理好。拄只爸讲替你受尾，啥物意思啊？刚讲子倩盗用公款，甲你有关系？拄只我毋是已经讲拢处理好啊，假使讲你若是对我还阁有疑问，明仔载你家己看记者会毋就好啊？你阁安尼一直聊，一直问，你到底想要为了这得到什么答案？堪讲因为拄只爸讲的几句话，你就开始怀疑我的人格，怀疑我伫外口为非散众？我并无这个意思，是你家己讲，咱袂当有秘密。我是看到爸一直用话甲你堵。所以我想要了解状况，看是不是咱替你分担。我因为这个代志已经烦几天啊，规个病病歇歇叫，回来哦想要好好休困一下，结果爸又搁对我处理代志方式无满意，找我冤家。即马连你爸爸也斗一卡烦我。是的啦，你的表兄没做代志，你压力一定很大，冤家体谅你。辛苦啊！你都在讲你头疼，我改了了，较爽快。真的。你先坐，欢迎郑女大。哦，无啦，你免替我聊啦，等一下我泡澡，帮我轻松就好啊。我感觉你最近怪怪，好像就无愿意接近我。你是落别受伤啦，飞弟啊，不管我即马哪解释，你拢袂相信的。毕竟啊，我逐天出门拢应付一大堆的人，你拢唔知影，一个人会当安安静静小休算一下，对我来讲是我尔珍贵的代志。你感觉我解了着你？现在进度安怎？拢处理好啊，明仔载顺利而已。啊，你看，代志又过来啊！我现在厨房处理了，你较早休困，晚安。因为林子倩，林总经理是我的表兄妹，伊讲伊输啊，我拢必须要尽我上大的力量替我的亲人洗清冤枉，顺便替阮爸把公司的海棠抓出来。所以代志发生以后呢，我马上就动用所有人员开始调查。经过一案的拍平以后，总算是我找到一挂新的证据。同一个查某，哪会行过去，搁行转来，项目就变长啊？伊是变装的，
这查某超工假作是林总的，利用伊的名义啊，伫银行开一个户头，然后该偷摕的公款全部拢汇入去这个新的口座里底，伊的形影全部拢银行的监视器录了。所以，敢已经抓到人啊？摕到这影片后咧，阮爸马上就来协助指认啊！一即看到认出来啊，这查某是黑市集团财务部的一个会计，因为一时起贪念啊，为着要逃避刑责，利用职务上的方便，摕到林总经理伊的身份证明，然后甲偷用公款这个罪名全部拢赖予林总经理。即马伊的口座印去冻结，啊，确定内底有这条钱，那安尼就当证明啊，林总经理是去人冤枉的。林总经理一直拢是一个足正直的人，伊绝对无可能做出偷用公款这种代志。嘛，因为啊，拄则讲的迄个会计，伊用心设计布局，第四话我那受到伊的误导啊，希望冤枉到林子谦总经理啊。啊，不过好佳哉，陈立伟啊，伊坚持啊勿忘勿纵，而且尽全力来协助，所以才抓到真正犯罪的人。即马伫个车，我要对阮一时的无注意，引起社会纷纷扰扰，让社会大众来负责。是嘞。陈董事长，那呢？你对苦主林总经理是不是要有更加有诚意的补偿？这是一定要的啦。其实在开记者会之前呢，法院那边啊已经传来林总经理向人交保的消息。即马林总经理已经来到现场啊，我相信阮爸一定会针对误解伊的这个部分，好好甲伊回释的。希望受到惊吓的林总诶，会当大量有大量，转来黑市集团继续拍拼。哎，真正辛苦你啊，好辛苦。哎，姐，麻烦林董事长啊，迄个会计啊，伊存心不良啊，所以我才叫起，我甲伊讲啊，你当面公款，啊，害你受到冤枉。啊！即马我著当所有媒体面头前啊，公开甲你解释咧，嘛请你体谅，林辉信，请原谅董事长的非心之过。啊，嘛请你哦，爱答应我，你一定会倒来公司，大家做伙拍拼。啊，你千万唔通造成哦，董事长失去你这个心爱的大将，造成这遗憾啊！哦，哎，拜托，拜托。董事长，我是黑市的总经理，今出去我就代表公司。假使连董事长都无法度信任我，外口的人是要安怎信任我？甚至是信任我的公司？任何去影响到我名字的代志，也会去破坏到公司的名声。所以我希望经过这个代志了后，董事长会当得到感恩。对啊。所以，请你原谅我这个老糊涂啊！林总经理，其实阮爸一家死嘛不愿意相信啊，这条签约金啊，是伊上我中的你偷的。啊，不过台面上所有伪造的证据啊，拢是指向你，所以才不得已是歪去。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。感谢董事长这五年来对我的关心，也给我真大发展的空间。所以以后，我会继续用我的专业好好经营公司，希望能够把黑市变作是一个社会大众都能接受的良心企业。董事长，我会继续拍拼。